placement fee, training fee, servicio, regular negocio. Placement fee, training fee, servicio, regular negocio. 12月18号是国际移工日，在这个日子呢，应该是国际各国的移民跟移工庆祝他们的这个日子。那今天我们特别选在这个时间来到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也就是 MECO 前面，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认为菲律宾政府对于他们自己的国民，也就是对于菲律宾的移工的保障，还有很多值得进步、值得我们这个批判的地方。我们知道在每一位啊外籍劳工来台湾之前，都会签署几份文件，一份叫做劳动契约，一份叫做外国人入国工作费用及工资切结书，我们把它简称为工资切结书。在劳动契约上面，它规定的是基本劳动条件；工资切结书呢，规定的是这个劳工他需要缴多少钱，他欠多少钱。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诉费的规定。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菲律宾的厂工他们的契约上面载明的是免上诉费。我现在拿一份契约给大家看，这是一份现成的契约，我们把它放大给大家看哈。在契约的4.1条，它中文是说月薪啊，公司月薪19273元，这是当时的基本工资。然后呢，免费提供食宿，要求上诉免费是菲律宾政府保障他们国家劳工的一个做法。可是很奇怪的，同样是菲律宾政府认证的另外一份文件，也就是这一份啊，我先给大家看啊，就是我刚刚讲名字很长这一份，它叫做外国人入国工作费用及工资切结书，我们把它简称叫做工资切结书，英文我把它简称 salary affidavit。 它在这个上面呢，它名列了这个劳工他在来台之前的债务以及所需费用，以及来台之后所需要负担的费用。在里面呢，它有用英文写他需要缴多少的上诉费。那么很奇怪，所以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怎么同样是菲律宾政府，他认这两份文件，一份说上诉免费，一份说上诉可以扣4000块，到底哪一份为真？依法来讲，这两份都是经过政府认证，好像都合法。可是事实上呢，碰到抵触怎么办？不是没有解决之道。其实台湾政府在102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份当时劳委会的一个函释，其实我相信中介全部都知道，劳工局也大部分都知道。102年这个4月12号，劳资管字第10100369169号这一份函释，他就说了，如果刚才我讲的那两份文件，也就是契约跟工资切结书，如果发生矛盾的话怎么办？他就说要以有优于劳工的这份为准，要以有优于劳工的这份为准。所以也就是说，台湾政府很清楚地讲了，刚刚那两份如果有矛盾，哪一份有优于劳工，就是用哪一份。那么以刚才讲这个人为例，他的契约写免费，那就是以免费这个为准。可是很奇怪的，每一次到了协调会的现场，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中介都说他们问过 MECO 了， MECO 的官员跟他们讲，只要工资切结书有写就可以收。台湾政府说哪一个又会拿用哪个为准，菲律宾政府却说你有签工资切结书就可以收，这是什么意思啊？台湾政府怎么会比菲律宾政府更保护他们自己的劳工呢？到底菲律宾政府标准何在？为什么同时认证这两份互相抵触的文件？怎么可以认证明明跟契约抵触的这一份工资切结书呢？他们这样每一个劳工每个月就会被多扣2500到5000块，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要求菲律宾政府停止认证跟工资跟这个契约互相抵触的这个工资切结书。第二个，我们要求周六日开放办公，因为今天在场的很多的移工啊，都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庇护中的啊，有一些呢是现在在工作当中，今天放假出来的。任何一个在工作当中的移工，他的假都是很稀少的。我们劳动部前几天才公布个数字，台湾的加护移工有34%以上全年无休，
那剩下有休的呢，很多是一个月一休，有一些是两周一休，每周一休的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移工在礼拜天不一定能出来，不一定能出来，所以呢，他能够出来时间只有周末，只有周末。可是现在 Mako 的做法是呢，他的这个办公室，我们现在站的这间办公室，礼拜天一个月才开两次，而且只有半天。这对于所有的菲律宾移工来讲是非常不方便的，他们不管来洽工，要来换护照，都很非常非常不方便。好，这是第二个。那后面还有废除统一多功能卡，还有这个降低重办护照费用。好，我们都请大家，我们请李馆长再来解释啊。再来还有最后，我再讲两后面的三项那个诉求。我们要求杜绝菲律宾中介超收中介费，还有训练费用的这个乱象，并且把已经受过申诉的中介公司列入黑名单，撤销他的牌照。菲律宾的法律规定，渔工和家庭内劳工是不准收中介费的。工厂的厂工一个月，他都只能收相当于海外工作一个月薪资的中介费。可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菲律宾移工他们被收的中介费全部都超过，全部都超过，没有哪个不超过的。这么明目张胆的超收，菲律宾政府所做的却还是很有限，还是很有限。我们还是要求菲律宾政府要更加强的打压超收中介费的行为。再来跟这个非常密切相关的贷款公司，国人通常不知道贷款公司跟中介公司的差别。菲律宾所有的海外移工在有了中介费之后，都会被迫到贷款公司再贷一笔款，贷款的款项的名目全部都被迫变成是私人的贷款，可是这笔私人贷款全部都是中介费。这笔贷款他会同时被要求被签下一张本票，所以每个移工来台湾，他只要稍有拖欠的情形，他就会被贷款公司立刻告到法院强制执行。他明明只是为了要寄钱回家，所以稍晚缴费，结果他会被搞得被超收他的这个利息，而且会被法院强制执行，每个月扣三分之一的薪水。这些中介公司他都是高利贷，有些中介公司在台湾还在继续非法放贷，他们的利息有多少？一年的年息高达60%到70%，60%到70%。我们知道在台湾的民法规定，只要超过20%的年息就是重利罪了，对，是刑法。超过20%年息就重利罪了。所以这些菲律宾的贷款公司，其实不是菲律宾的贷款公司，很多是台湾的贷款公司到菲律宾开设的。这些贷款公司他们的年息明显都违法，都是远远超过台湾的重利罪，可是他们却因为要求劳工签了本票，所以他们还可以继续非法的妄为。最后，我们要求菲律宾政府重视渔工的权益。渔工的劳动条件是极差的，可是他们却被迫要被迫缴纳跟厂工一样多的，甚至比厂工还要多的上诉费，每个月最高缴到5000块。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船上，有的是连床都没有，住的地方又臭又脏，蟑螂在身上爬来爬去，很多食物都不够。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条件，他们却要被迫每个月缴5000块。其实这样的条件，这些问题，渔工的惨状，我们在场的 TIWA， 包括我们，还有宜兰县的渔工职业工会，都多次提出过，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改善。短短3周之内，已经收集到超过1800份的签名。今天，这个移工国际啊，要正式把它提给 Mako 当局。他也说了，如果 Mako 不愿意受理，如果 Mako 对这么正当的、这么强烈的诉求毫无回应，我们就直接送到菲律宾的杜特地总统，要菲律宾的总统对这个做出回应。One of our other demands. Wait. Please, can you say something? No, we are just going. We need the sign. Okay, please. Please, hold on.